想念个人还好吗？正好是跟丹丹学习中文的一个机会。对，连繁体字都学会了。我只能发，但是我看不懂。哦，看得懂啊，有翻译、啊。是啊，多有意思。但是泰国的服务就是很好的呀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泰国真的好好玩。那个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